没事，出门吧，问题不大。剑圣那还好，节奏比较慢。好好，勾影子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哎，好，交给我吧。这个闪现就很突然，哎，丢个眼，好，好，来来，是吧？勾他疏通航道，疏通航道，先帮你缓个速。好，拉到了，哦，我没有踢到，但是不重要。剑圣来了，问题不大啊，配合的不错。很重要，好，他的 Q 放了，他的 Q 放了，他的 Q 放了，非常好。OK， 没事，问题不大。下路飞起来了啊，我们把下路养得很肥，很成功，找死兄弟，一脚踹天音波，无博快，宝刀未老，是不是一气呵成吧？那么你还不走就不能怪我了，好吧？你虽然弱，但是我红 buff 可不是跟你开玩笑的，非常好。他死了，注意我的细节，天雷破 A 拉 A 次要 A 天音波 A 上护盾跟上，哎，我的盲僧还可以吧，比想象中要强很多，有没有一种宝刀未老的感觉？盲 Q 哟，我有点生气啊，算了，忍他一次，这个小走位就他皮的嘛，你都不能忘他，你都不能忘，快走，哎，清清爽爽，不然他盛传下来我们就很危险哟，哈哈哈哈，我有10000种方法帮你玩死，什么叫灵动，我就问你什么叫灵动嘛，你自己哈，你自己命啊，自己品。哟，他有意义哦，他的古灵精怪放了，他调皮。目测，清清爽爽，一闪，接极限走位，接回口血，接偷个眼。老马，我快饿死了，没办法呀，这个水平，他这个基本功在这里啊，这怎么办呢？对不对？哎，没有办法，那你只能就是点个外卖了。波眼天雷破接 A 接 A 接天音波接 A 啊接 Q 接 A 接 A 吃药接 A 接 A， 为什么他会这么肉的呢？他能打过我李青？我看不懂，所有的招式非常的合理，超漂亮，帮我复仇了 ，nice！ 哇，他这手。治疗输他一手治疗，说实话这手我输的有点不服气，先把峡谷开了，免得等会儿摸个峡谷出来了。哦，你胆子为什么这么大，给我回来，怎么说嘛，清清爽爽，哎，交闪现有什么用，天音波跟上，惩戒拉开不杀，哎，小心使得万年船。哟，他们好像还要反推一手了，真的是有点嚣张啊、哦！来，准备给大家展示一下我的马氏三角杀了啊！不要眨眼，不要眨眼。天音波，一气呵成，宝刀未老 ，Q 在公屏，我只能用两个字形容：优雅。生疏了，生疏了，我不给你们秀一把，你们就觉得我的盲僧没东西，让你们感受一下啊、哦！你刚才赢我是吧？好，我先放你一马，说实话这波我起到一个勾引效果，马是回旋，哎，一脚踹，秀脸，再来，情况不对，我先撤退，拉开，帅是不帅嘛？哼，哟，他就要闪现了，这个人，推波中路，就故意勾引的，
好的，非常好，先掏他一点血，非常好，我要报仇了。这个小鱼人交给我，好，马刺回血走位，怎么说嘛，帅不帅嘛，帅不帅嘛，就是玩帅的，知道吧？看我人群之中把他踢回来，好，不急，哦，秒了，去死，拉开，前一波闪现拉开，你胆子为什么这么大呢？你告诉我啊，怎么就这么嚣张呢？你凭什么？打得不错，天音波跟上，我这个天音波直接拿下比赛，太重要了。是一个莫甘娜，他能拿我有什么办法？不吹牛逼，真的就各种秀他。拉开，你还追，你还追，多臭。怎么说嘛，能不能跟得上嘛？这把应该可以了吧，这波是不是立大功了嘛，是不是嘛，将他们击溃，将他们留下，全都得死，立大功了。趁机前一波逃，偏了个闪现交给 ADC， 立大功了，一波拿下，情况不对，赶快撤退。好，我勾引他，让队友猜，他上当了，他上当了，我需要了。